要开庭的话，从目前所报道的情况来看，法院应该是要判决离婚的。民法典生效了以后，有明确的规定，就是说在第一次起诉离婚以后，分居满一年的是应当判决离婚的。第二个，也并不排除啊，法院不判决离婚，或者说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做通了双方的工作，法院估计他们也会尽力的促成双方调解，无论是调解和好还是调解离婚。